除咗話堂口多事幹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嗰啲第二啲人啊，好蝦啲中國人啊！佢知道你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錢嘅，有好多人做餐館噶嘛，夜晚放工翻嚟咧就係睺住你噶啦。打劫咗點啊？報警啊？又唔識講，又唔識，連911都唔識 call， 咁啊你叫佢點做啊？根本冇可能啊！所以嘅變咗咧個犯罪率咧就變咗低咗好多啦，因為佢冇報案啊嘛，咁樣。很多時候在中國監裡面工作的話，警察正規警察常常就打電話來，哎，你現在有沒有時間到警察局來啊當翻譯？同埋咧，對啲警察咁樣，佢或者有啲會即係驚啊咁樣。